我都有送，吼，我都有送，吼。啊，美国人呢？爹地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这个名是咱人去遐号的啦。啊，不过伊为着方便叫这个名，啊，所以伊毋是真正的哈，这个物件就对啦，毋是真正的名的啦。吼、哦，所以各国的国家用词拢无同款，毋过就是这个物件。像我去代表，我话讲啊，恁有随身碟无啦？都我听无啦，敲足袂好势啦，啥物随身碟啦？哦，应该叫做迄个啥物光盘啦。我讲啊，随身碟它是光盘，光盘是几碟呢？啊，你人要好，安尼咱就叫哪入真随俗啊，你就爱听伊个啦，啥呢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名就是签名约大，吼、哦，好，啊，第二种叫无明天的之数，有万物之母，宇宙刷落来了，就讲天地啊，无宇宙就无天地。所以吼、哦，咱广告开天的当中，就是一个啥，就是虚空。宇宙当中本来就是个虚空，啊，虚空才会变天地，因为吼、哦，伊是就是一个整体，万事万物拢就是安尼，物极必反，真正到一个所在也必多。动到一个所在，伊会必精，嘿，所以人家讲好业未超过三代，嘿，啊善嘞，嘿，善嘛有一天会出头天就对了啦，因为吼、哦、物极必反嘛，物就本来伊就是这个道理，所以就是一个整体，整到尾啊，伊就归太极嘛，对不对？太极是整体啊，啊整到唔系几亿万年了，伊就必动，动啦，动了就必阴阳啊。啊，阴阳了吼，清个就浮浮浮浮浮浮个变天，落个了伊就降来变地，天清地浊嘛，啊，所以天地就是安尼分开啊，所以又叫一阴一阳之为道啊，也就是安尼来啊。啊，即嘛有地了吼，就有水，有水了吼，就有啥，有万物，一直生活下安尼啊。哦，所以你要发现宇宙偌多奥妙就好，真正做奥妙个咧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天地万物就是第二之地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来看一个边啊，吼，这个是老子，吼，伊咧解说这段吼，咱来看一个，吼。道可道，非常道。道是这样，如此这般的。哦，我懂了。错了，道如果可以说得明白，解释得清楚，就不是道了。道包含万物之理，没有形状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实体，并且永恒不变，这道理不是用语言文字所能解说的明白的。这个包含万物的大道理叫做什么道理啊？不能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给它加上一个名称来称谓的，因为你称它假，它就不是乙；称它白，它就不是黑了。要了解大道，不能执着语言、文字和名称，完全要靠心灵去领悟，否则就会误入迷途了。明了这个道理，就可以谈谈天地万物创生的情形了。哇，好棒！快说！天地开始的时候，没有物体，没有形象，这种情形可以称之为无。无就是道的本体，宇宙的本源。当道产生创生的作用，万物就随之而生，可称之为有。这有就是道的作用。所以，当想到天地的本始是无，就可以了解道的本体精微奥妙。想到万物的根源是有，就可以了解道的作用广大。无和有，一是道的本体，一是道的作用。可以说同出于道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。都可以称为玄妙，玄妙而又玄异，那就是宇宙万物创生的本源道。宇宙的本体是无。由无有生天地，由天地而生万物，终于形成了万众纷纭的世界。哦，这是老祖吼，伊是食解说这段含义就对了。好、哦，麻烦切换一下，谢谢。
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老子呢，伊就用一只上一只的方法来讲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有天地，有原本这是第二定义啊，吼、哦，所以以天地来论，以咱天地来讲，本来就是一个浑浊的那机器啊，就像开始和我讲安尼，嘿，清者上升，下者上落，啊，上升叫做阳，下落叫做阴，吼、哦，天地之分就是安尼。啊，以咱人来讲，天地分别，达像咱人同款，咱的心啦。哎，所以这个心足可怕的，够真嘞！修道修心嘞，办道尽心嘞。你做一件代志，这个心念上重要。比如讲，今仔好个好侪布施五一顿啊，五万块。哎，你的心放伫倒？你是希望讲好会当啥有功德，还是希望讲会当留名？哦，还是有哈，希望会当有所修修学，有所啊各方面，安尼这个心，都毋是真布施啊。嘿，真布施就是不执着。嘿，我无愿我退出来，嘿，欢喜退出来，嘛欢喜布施。吼、哦，不管会当安那许哪人运量，嘿，咱得啥？吼、哦，咱得被操这个心啊。嘿，吼、哦，啊所以无迄个功德下，迄叫做心啊。所以各位姐姐，咱咧修这个心足歹修的，你敢相信？哦，各位姐姐，你只坐一只电灯，啊，你这个心走去倒去啊？话吼，迄、那个心已经走倒去吼，顺出来顺的，安尼衫洗好啊，安尼米洗好啊，佮走来安尼，你敢知？好，我拢唔知呢。迄、那个心偌恐怖，你敢知啊？恁祖囝嫁去你美国有无？迄、那个心飘一下，你想恁祖囝，迄、那个心走去到恁祖囝遐咧？人一只哦，心走去啊！哎，啊，当时转来，何况嘛唔知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恁咱人就是遮呢，哇，你想好，老母娘啦，这个话好啦，各位姐姐，你刹那间，你的心走到小可世界了呢，所以你看这个心，拍十万八千里呢，不止啦，吼、哦，你要看迄速度偌紧就好啊，所以咱今日修的人，对不对？那掌握这个心，吼、哦，叫安逸哦，有动机，迄个心念哦，控制好好势。嘿，你心量到在那写出来，歹念的时阵较紧的，压落掉的。吼、哦，各位先生，咱我做是咱知啦吼。吼、哦，你啊看咱迄草啊是毋是出歹毒的？咱若要做有机的，你搁喷农药，迄就无效去啊，啊无要安怎？各位先生，咱拢爱咱除草，啊，等你大丛啊扑扑掉啊。吼、哦，这是第二二，就是讲第二步啊啦。第一步上解好就是啥？伊细丛的时阵吼，你用个布棚啊翕的。是不是呢？哦，啊，翕掉嘞，伊草就袂生啊。啊，咱个念头嘛是同款嘞。伊初发念的时阵，你比较着爱，这个念头唔对，较紧嘞，布棚啊砍嘞，吼，啊砍个草啊就袂生啊，就对啦。啊，咱呐，迄草啊袂生嘞，哦，你栽水果就足够大个啦。哦，栽水果啊蔬菜啦。啊，你啊草啊拢无要插伊吼，或者跟你讲，草啊比蔬菜迄个菜吼，你大个较紧啦。哦、我前过栽栽的吼，真歹去外国回来吼，吼、哦，迄拢看到草啊，无看到菜啦。我天哪！迄草有够大个就对啦，啊，迄草就像咱人个歹念同款，嘿，啊，所以咱就要按意而有动机，迄动机啊呐，哎呀，绕掉嘞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一念不生放下，就是咱上个有良心的啥开始，所以咱这个心要了解控制，哎，做啥物代志啦？咱无可能去做歹代志啊，吼，做啥物善事啊、好事啦、了愿啦、服务啊，拢好，一念不生，你啊当作这是咱应该做诶，度人嘛一念不生，这应该做诶啊，服务嘛是同款啊，吼，啥，嘴讲好话啊，吼，念头存好心嘛，啊，这本来就是爱安尼啊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吼，啊，咱友好，啊，这本来嘛是爱友好诶啊，本来就是爱做诶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咱会当修啊，一念不起，一念不生，无一动心的时阵，迄个是你良心上显的时阵啊。所以金刚经才能够应无所住，离心即心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心假心即起啊，由无发露出来，叫做丢。所以咱心嘛，当控制到安呢，做到一心不良，或者跟你讲，你的功德最大，功德上太多啦。我想较早咱互我入门堂的当中。前辈家人讲，哦，较紧度人哦，度一个人有三分的功德，上帝佫度你七分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啊，各位前辈，咱大家拢请教受戒的啦，啊，敢是安尼？
感谢安尼，当然冇三块公鸡上天做咱手，绝对是有诶哦。如果咱印度人未使搁执着这个功德上，你若搁执着这个功德上，就无采工搁做啦啦，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不要啦，一念不起，本来就是爱度众生的啊。希望伊是众生低见啊，转变过去的低见，安尼念念嘛，好、哦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我才有啥物好那，我才有啥物功德，无啥物功德可言呢，好、哦、是不是？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啥心，好、哦，啊，你当这家呢，你表露出来，你这个人都得，哎，所以你要看一个做领导者，伊是用伊的手腕去控制吗？啊是用伊口才在领导人，啊是用伊狂去控制哪领导人，唔是呢？就是咱前面同款，以德服人呐、啊，以德服人呐、啊，所以这德上个重要呀。咱若无德哦，啊啦，无人要跟随咱，哎、欸，啊所以咱要领导一方，这个领导者一定要有德，哎、欸，德开当一切拢圆满就对了吼。啊，这个德嘞，这是天地之数啊，哎、欸，什么德？哎、欸，吼、哦，无就是啥，万万。天地诶，刚开始就对，就是咧混沌时啦，吼、哦，就那是讲，诶、欸，咱大家咧修道，诶、欸，没有对跟错，就咱师尊讲的啦，诶、欸，伊计划，伊讲的话，伊建议的代志，拢对，吼、哦，啊，尾仔就是由前人各位点啊出来做决定，决定了，大家照这条路去行，哎、欸，啊，花开了咧，就无第二句话啊，吼、哦，万花开了吼，啊，代志这愈侪条，安尼就无好啊。哎，大家就用啥？用哦，用你的心在做代志啊！嘿，啊，那用的心嘞，没有这些东西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嘛无比较，吼、哦，嘛无计较，这种就是无啦，吼、哦。好，啊有嘞，名万不举报，本来是无的啊，啊，变得形有了就变啥？变有的，哦，所以咱就叫做会合作啥？老母，老母，哎，各位先生，咱们老母。像人真诶，咱互我去做一个佛堂吼，因着是无雕刻老母的形象，吼，啊，因为伊本来是无形无相诶啊，吼，所以这个道体着是像老母诶啥诶本体同款，吼，所以咱拢着一波之数，一数之数呢，咱着是伫迄个虚空来呢，吼，咱诶灵性着是伫遐分化落来呢，吼，啊，百分之啊，咱诶灵体要归有啥，即个本体入去呢，吼，诶，归有咱老母的一个怀抱呢。哦、所以讲有无发得出来叫做德，是德的准则、哦。所以咱不管安那，就是爱对人啥慈眉善眼，就是用德带动你的目睭，带动你的鼻啊，带动你的嘴，带动你的耳啊，带动你的耳朵，带动你的五眼。啊，你做所有的代志，讲话也好啊，行言举止拢好，你就是有德，无同款。哎，包括咱咧讲的嘛同款啊，袂使伤紧。阿妈袂使上班，阿班大家就啥哦，开始袂做催眠曲，一直困落来。啊，紧嘞，哦，愈听愈戆，头壳愈重啊嘞，吼、哦，是啊嘞，哎，啊，所以嘞，这就是啥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德的法度啦，吼、哦。好，高雄不用一关机跳，啊，关机鸟雄又用一关机跳，这就是第三个定义，伊咧讲咱咧人的肉体啊，讲这是新的这个啦，不用。无所需要，无起心动念，代表精业。哎，所以咱在无欲，才会通参五条合其六，五入法合其平，五素食合其素，五归神合其吉祥。咱在无欲，才会通参天地合之一啦。啊，咱若有欲嘞，无法度合，安怎合到合袂社会就对啦。迄就哪是讲，你的想法参乎我的想法，哎，足歹呢，看法足同款的呢。哦，安尼咱就合袂来啊！嘿，啊你理论上我理论就无合，嘿，你倒来讲趁钱较好，我就讲这修道较好，我啊这安尼格格不入呢。哎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同款啊，咱要观天万道，要参天地合其一，你就要达到无欲，无欲清净了，你才会当达到空性，迄、那个空性才会当参宇宙的空性合作一，安尼就对了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观心念一种智慧啦，嘿，所以咱心经安那念，观自在菩萨行经发这菩提道时，照见五根心安那念，啊、哦，有一派人是读观，观是伫遮看出外口叫做观，
哦，不过咧，这国外太莫远来啊，吼、哦，我看卖啊意思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伊佛教讲咧，伊讲读观，观的意思是讲看入内底，看你内底物件就对啦，叫做观，哦，安尼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咱普通时啊，变哪修持，吼、哦，无代志的时阵吼，会当念头修伫你的心观，吼、哦，安尼叫做观，哎，就是将心念拢个集中伫遐，集中吼，愈久愈好。嘿，啊！你讲无我多咧，我无我多安尼咧，那会当照念无无字真经，含服你这个心。啊！你心要遐含服掉咧，你的身躯就无问题啊。因为的身躯拢听心的起心动念，吼、哦，伊叫我安怎，我就安怎就对，吼、哦。哦，啊，所以会当安尼会产生一种妙，妙就是咱身躯的附在啥，就是咱灵枢所指迄个所在，吼、哦。伊一个名称叫做净化肝脏。一届吼，阮去浙江啊。吼、哦，啊去参路经理去遐办桌啦，哎，本来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前线讲要度三十个俩，因兜一家伙啊，算成三十几个，吼、哦，啊用八日时啊要去办桌，哎，啊一工就三十几个点了了啊，我内边怎，我要去七工的啊，哦，迄、那个前线讲来，迄、那个庙师边啊一间庙师，哎，较早囡仔时代吼做念经的，伊讲来，迄、那个主持吼，参我做熟的，较早讲教念经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去的时阵哦，迄个主持就先倒来求道安，吼、哦，求了道后，我就讲，恁信佛教的吼、哦，有一句话足重要，你捌听过无啦？吼、哦，爱着问佛法啦，佛法就讲叫做净化肝脏啦，哎、欸，啊讲有啦，好，迄佛道头足古话落来吼，足好个啦，啊足妙个啦，足现个啦，啊无我都去了解啦，啊佛法就讲吼，遮就是净化肝脏啦，伊讲有影无影，讲有影太无影。你的佛性就住在这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你正法就装在哪？目睭中这个装在内底啊。哦，伊听到安尼尔吼，袂输大悟安尼呢，去叫偌济人个，叫百外人来求道啦。求到安那，你敢知影？去迄个前线人到弄门个，哎，哭，哎，听讲恁有正法干种呢啦，我嘛袂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就对啦。哎、哦哦，啊，所以各位前线，喵就是用咱正法干种同款，吼、哦。啊，就是经讲的孤行不殊，伊嘛是咧讲道呢，咱的自性呢，哎，吼、哦，包括咱的喜怒哀乐，之微妙为之中，中庸讲的中，嘛是讲咱的中体，嘛是讲咱的自性，吼、哦，大孝之德，大悲明德，迄、那个明，嘛是讲咱自性，易经的易，嘛是咧讲咱的自性，哦，啊，所以伊哩通嘛哩撇啦，吼、哦，好，啊，这自性是倒，叫做玄之幽玄，众妙之门。哎、欸，咱点万书，咱点一点是遮唔对，对不对？不过唔是遮呢，无是安那伫内底。哎、欸，就是咱头这个实体内底一点，咱的佛性这个灵体住伫遮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外口一个现啊，内底搁一个现啊。哎、欸，所以这个所在叫做松果体。吼、哦，这个所在绝对袂使动刀啦，哎、欸，袂使去动着啦。吼、哦，所以咱的灵体当我一只导游啊，导游秘伫内底哩呐。所以咱修行是修伫遮，是修伫内底这个点哦，哦，这个点，哈、哦，所以叫照自证，叫我记得啥，你的珍珠啦，哈、哦，伊就是咧空性就对啦，哈、哦。所以咱会行会走会啥，拢就是伊啦，哈、哦。啊，有生物学家伊就讲，这叫生物磁，哈、哦，一个磁性就对啦。嘿，伊讲咱咧就是一个吸积感官，天地之吸，啊、哦，天地磁啦，哈、哦，伊会感应咧。像我头先讲迄个故事，吼、哦，迄红卡，吼、哦，也是迄耳仔，也是迄眼，迄足厉害嘞，吼、哦，伊知影咱遮要冬天，伊就飞去啥南，迄落啥南方，遐迄边热，啊，等迄边会寒的时阵，伊就过飞过来咱这边，吼、哦，因为这边温度较小，嘿，太遐冷吼，唔会上介意吼，啊，飞唔是飞近近啊，是飞过来十来公里呢，嘿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你啊看，是安尼，因他有这个磁场，遮厉害。哎，咱人本来就拢有这个磁场啊，咱别样去影响呢。吼、哦，南亚大海啸，各位学姐，咱拢知对不对？哦哦、听讲啦，死足侪人个啦。哎、欸，奇怪，讲所有动物拢无死哦，牛啦、马啦、狗啊啦，啥拢无死哦。啊，是安怎安尼？迄狗啊，足厉害，知影要大灾难的时阵，就拼了走啊，伊可要躲在等死。但是，啊，咱人戆戆呢，咱人本来有个磁性的生物磁的，会去感应着，啊，结果拢无落用啊，拢一定失去迄个功效啊。本来像咱就吸这拢袂吸啊，
哎，本来咱会当参天地合二，着真拢无法度合啊。因为呐，呐受不约束地欺骗所苦，哎，咱八条咱九条，咱无法度发挥迄个功能啦吼。啊，所以别人去提出来修炼开发生物史，较常修炼的啦，修炼的玄关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你常常修炼的当中吼，哎、欸，伊会开发咱的智慧呢，迄地位就是安尼来呢。吼、哦，所以你啊看，你的地位出来，就像你今日讲的。哎，功课敢着看过，敢是？哎，哎，伊个功课平平常常，啊，迄个地位有亏啊，毋只平平常常，啊，就互我真沾袂着，一直紧张到进来，哎，迄就是无地位嘛，敢是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吼，咱着较常修行嘞，迄、那个地位着啥，妙道理着一直造出来就对了吼、哦。啊，咱食心血当中，心凉手伫遮，伊会放蓬蓬嘞，哎，一届三届做你着啥，心里灵大。你讲各位师兄师姐啊，是不是咱有一道光呢？那是咱看无了嘞，咱肉眼看无呢。哦，你后头间拢看咱这一道光呢。哎，啊，各位浅浅，一道光一道，是不是这一个中心点拄我一只呢？你注意看，迄分数差啦，拄我拢一只，袂较悬啊，袂较低，因为你的明珠只就是啥？明珠一只只只个中心点啊，伊发出来光芒啊。哎，迄就是这呢。哎，啊，所以咱较食啊修行嘞，迄、那个功蒙会显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啊功蒙显出来，你咧度人足简单嘞嘞，哎，人毋免听你讲啥物，免讲啥物道理，吼、哦，像做者前辈者，哎，啊，看着前人，哦，你感觉我会当想像前人，只要有德行哦，哦，啊，唔系偌好个，安尼就对个嘞，敢是？哦，咱毋是讲讲人看着咱也要惊死，吼、哦，唔敢来，差不多嘞，吼、哦。好啊，所以修的迄个啥，咱的黑修的关修的掉吼，都诶到尾啊咧，五万就通的，真正拢通就对啦吼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伊讲，迄、那个平素之家，这个点袂使去打针，嘛袂使坐顶啊，这生迄个开刀啥拢袂使，因为一动着就再见啦。哦，啊，所以上有有一关机跳的作用啊，作用了，开始咧讲理论，即个作用啊。所以跳的真正合理行为，哦，应事上呢不偏不倚，法律中即啥即合，就是做代志凭良心啦，各位先生，哦，啊做代志凭良心要哪做？哦、我建议咱大家啦，因为咱进大家吼，拢是属龙工商，包括红啊，嘛是咧做生意。啊，我建议咱大家吼，五种字唔通谈啊，哎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啊，五种字唔通谈，叫红钱。什么红字三业，三业绝对唔茫谈。这个钱吼，赚愈多，业不愈重。阮客家吼，一个叫财，迄、那个太祖翁啊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祖庙拢捌伊就对啦。啊，较早时代啊，太祖翁啊，专门咧抬蛇啦。啊，你阿们咧抬家都避嫌细步呢，足恐怖呢。哎，啊那蛇抬抬的，啊袂出起痟的哦，迄袂出蛇鳞吼，都附伫伊身躯哦，逐工就啉烧酒。啊，咱饮着酒是啉了无代志，伊毋是呢？即嘛一个海迄落呐，呐干嘞，啊，着去迄落路中吼，遐指挥交通，安尼嘞，大家嘞，嘞嘞，哎，啊，车边弄落伊也毋知啷闪嘞，哎，啊，无咱要点知啊？人个靠迄落啥新业客运的停伫遐，啊，拄好伫个恁呐铺条的嘞，毋走就是毋走，人安尼硬绑着毋走，哎，袂出一只蛇都更厉害同款啦，哎，很细步嘞，各位先生，哦，啊，所以。建议大家红字只要是杀业的字，绝对不要做。尤其咱青少年受气的人，这个代志绝对唔通做。我最近咧做包啊，嘿，啊，做一人客讲，啊，恁有肉包无？各位先生，你要赢。无呢，阮做受气的，我讲你这段生意就免做啦。啊，无你要咱唔赢？我讲有啦，阮有迄个无牌肉包啦。无牌肉包。哎、欸，无牌肉包，徛到那上有肉包，啊，到那上无肉包。哎、欸，我讲我做迄孙仔包，上迄肉包嘞，比肉包更加好食。安尼啦，哎、欸，大部分大家拢会接受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讲无吼，我就再见啦。安尼啦，因为咱做寿司嘛，希望食错的人会当来食一个寿司啦，是毋是呢？哎、欸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红字绝对唔茫做就对啦。吼、哦，茫贪这个钱，乌字嘞就是非法的、走私的、卖毒品的、摇头丸的，还是开网咖。或许建议你不要做这个生意，真假？哦，像那讲，因为被毒品啊，你残害很多很多残留呢，咱救都救袂开，搁啊残害呢。啊，你开红卡，像一届，
迄前阵讲要去越南开网咖，讲迄网咖生意足好诶。我话建议讲，这种生意绝对不要做，唔忙走。咱今仔是大天双我报喜领导，你今仔开网咖，你感觉偌济少年仔迷失伫网咖，嘿，迄球救未开咧，你敢知影？哎，有人甚至去网咖耍三杯三去死伫遐呢。哦，我咧看，这海鱼不浅呢。哦，所以波钱这个唔忙谈就对啦。白钱叫做放荡你诶，哦，那是个地下钱庄诶，你有钱要借人，吼、哦，好方便呐、啊，哎，哦，你唔忙讲好，啊，要偌济利息，要偌济利息，哎，安尼咱就无足比去啊，哦，所以这叫白钱啊，吼、哦，啊，黄钱呢，色情行业，色情场所，这个、当然咱拢白啦，吼、哦，只是我以你来讲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青钱呢，就是啥，赌会，哦，还是讲用假物件去白。哦，安尼叫做贴纸哦，有无？较早咱迄个啥流感都流行的时阵，有无？迄口罩一个吼，咱普通时啊买口罩一个十块尔嘞，迄阵买一个口罩100块嘞，拢共款物件嘞。啊，你敢知是安那？迄个趁国难钱呐，就是迄个生意人吼，将迄口罩拢啊囤啦，囤到够济啦，就开始看价钱啊，大家拢要挂口罩啊，无口罩人挂。十块花到二十花到五十花到100，到100块的时阵，伊才摕出来卖，叹息啊！叹息，我来讲，卖超过第二代啦。哎，因为这叫贴钱啊，吼、哦，所以绝对不要赚这种钱呐、啊，吼、哦。为人讲，我话无口罩，我着较紧的摕出来，大家挂拢唔免钱的，功德无量。哎，啊，你为阿顿的卖到100块，才要摕出来，我来讲，第一，哎，地到到咱的名啦。哎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建议大家啦，吼、哦，哎，这个德，吼、哦，就是啥，这个巧，就是凭咱良心做代志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吼、哦，咱大家就是爱来凭良心嘛，吼、哦，所以那就讲孔子讲的“天何言哉？素习行焉，必不兴焉。天何言哉？”天讲的讲话，来讲话，如果素习吼有较做好嘞呢，哎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有法度想天地才自动无啦。各位先生，咱修道、办道、行道，道我总是有上天地才自动无，无呢？点乱事也无明，我无咧做呢。哎、欸，啊前辈子也无叫我，我就无爱去呢。哦，你看咱参天地自动差足济嘞，你敢知影？天无咧讲话，春天就春天，夏天就夏天，秋天就秋天，冬天就冬天，伊运作甲足好势。哎、欸，唔免人讲，啊，咱今仔修道就是安尼啊，天人见，君子以自强不息啊，要自强不息啊。哎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并不兴焉。哎，啊，地有道无？各位先生，咱来看这条。哦，迄经济进了，会足紧的嘞。它发展的会很快嘞，这就是道啦。哦，这是有快速的。你看，迄经济进了了吼，嚯、哦，变成咧奔放的。哎、嗯，哦，啊，打赛个滴滴波。各位先生，这是啥物力量？这就是道，了解吼？哎，这就是道啦。哦，很快哈、哦。哦，啊，佫大到足水个。咱咧知物件遮紧吼，吼、哦，迄菜绝对袂起价啦。啊，就是无都遮紧啦，拢爱时间就对啦吼。哦，天毛地，地毛地，咱也毛，那天有道啊，地毛道，咱也毛道。哦，所以道是无所不在个。哦，啊，所以这就是啥？这是道啦。哎，地道就对啦，地道啦，吼、哦。好，所以各位先生，你啊看，伊迄是经济吼、哦、有道呢，啊，经济嘛有无道的啊。我讲一个故事，咱就知。较早一个国王啦，伊吼无后事啦，无后生查某囝，啊，所准备吼、哦、要将一个国王位吼传落去安尼啦。啊，就写一个本文吼、哦，讲，哎，伊要拣一个上老实的人，个囡仔哦来做伊的儿囝，后盖国王位要传落伊。啊，伊安那用你敢知？哦，伊就叫人迄落囡仔，差不多10岁囡仔来参加。哦，我就来规手个囡仔，要试做双冠就对啦。哦，啊，伊吼就分予大家一包啥？迄花栽花迄个籽就对啦。一人一包拢摕转去。伊讲恁仔仔三个月后，摕来寄我，我看上材料上水，材料水个安那，伊就是啥？我的候选人，我就要选伊做客囝。安尼就对啦，哦，我请我个囡仔就转去就开始栽，啊，拄我一个小明啦，转去栽，吼、哦，伊过了足谨慎个，惊栽袂歪呢。迄包种子吼分三届，
啊，说来栽了了，逐工足认真咧啊，宽度足认真咧啊，水就对啦。啊，安那栽安那啊，就未生就是未生啦。哦，啊，就台妈妈讲奇怪咧，这是土的问题啊，是我水压了所在叫烂死安怎好问题足济啊？妈妈讲我无要紧啦。你搁有搁有话啊？啊无你搁第二届搁摇看卖咧。啊，你水吼卖压遐接，差不多三工啊压一届，压一届安尼就好。嘛栽栽栽栽栽栽两三个月啊，拢含含卜节都无啦。哎，迄小明搁较伤心啦，我阿妈妈太安尼啦。哎，妈妈讲袂要紧，啊，就可能土壤无好，你搁换土，啊，卖用肥，看啊，不一定去咸死啊吼。哎，伊搁第三届栽栽栽栽栽，嘛是无啦。啊，时间一定到啊，要安怎？哦，人一定好，生活个囡仔，大家拢捧一盆迄花，足水个，后青、后黄个、后乌个、后白、后啥哦，拢捧出来。哎，啊，皇帝开始巡视，拄我即个小人嘛捧出来，伊捧啥？捧拢无生啦，安尼啦，我一再无无法度生啊。啊，即皇帝巡视开始看，看啥材料上水？哎，结果看看看，愈看皇帝愈害怕。拄我看到小人伫边仔拢好。哎，讲是哎呀，这个囡仔遐，你是安怎？太都好啦。伊讲皇帝啊，你啊看，你迄字大拢知个遐水，对我诶拢无生呢。哎，啊，唔代表安怎呢？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够闹鬼个啦。安尼啦，皇帝就吼、哦、哈哈大笑。伊讲我要救的就是你。各位先生，你敢知影？因为伊个字拢差过啊，无可能画就对啦。各位先生，迄字本来是有道有道栽落去挖，啊插袂死啊，伊安怎栽嘛袂挖，啊所以会栽开迄大拢骗人个，迄栽我拢搁去买就对啦，我暗只有这有行个乌个，拢骗人个啦。啊，到这小明上老师，伊都栽落我，都讲栽落我。哦，就咱是学这讲话，我留大时阵，大家要袂好，气味做好，袂要好，袂要继续。到三点，会要袂，搁袂要好，搁继续。啊！就会晓就讲，会晓就即简单尔尔，啊！咱就是讲烧经，经讲袂晓。哎，啊！小明讲，啊，我都栽袂开啊！哦，皇帝讲，你上老实，栽袂开就讲栽袂开，因为即个本来就栽袂开啊。哎，啊，佫先生是毋是安尼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今日要行得板，就行得了得，就像素食运动，遮尔自然啦，啊，遮尔老实啦，遮尔实在，安尼就是下道啦。所以，师尊老大人安尼讲个啊。老老实实做人，实实在在做事，安尼就咧修德啊，就是较简单啦。哦，伊讲初两者当初的用名，当为之贤。哦，初两者就一个道，一个德。嘿，道是无看的，德是显出来的。哦，第一就是安尼。所以讲，咱今天就叫不可得，不可得己，这就叫道；不可名己，这是叫德。天地之数，这就是德。万不知母，这就是德；无欲以无欲志，无欲的时阵就是下道啊；有欲的时阵就是德。哎，所以都啊分三步啊。所以一个讲性，一个讲心，一个讲心。哎，所以你看老子伊的境界偌高就好。啊，当然，我是大部分你也一个安尼念念，无法度将老子伊的心意，当甲伊的心境讲出来，哎，是无法度的代志啦吼。啊，讲德代表瑞，代表正呀。德咧代表光，代表道呀，所以德法啊，若道化若德啦，德一道生啦，德一德显啦，道一德显啦，啊，所以德爱对德负责同款，所以德甲德，德甲德，伊是一体两面咧。什么叫一体两面？就是讲一静的时阵就是德，吼，啊你啊流露出来，迄就是德。就像咱一支手，各位先生，这是一支手，伊嘛正面冇倒面啊。万事万物拢着是爱一间厝，安尼，即个是大家，迄个是外口。啊，一个刀着是一个，迄一个刀一个刀了丢。啊，你刀也无产生作用嘞，迄个德走袂出来。哦，啊，伊无产生作用有丢无？有，只是迄个物件走无出来安尼尔。嘿，安尼了解吼。哥先生，互我做拍蛋仔啦吼。迄超拍嘛是有道定嘞。迄米粉本来啥有皮，毋过你也无加水落去炒嘞，伊皮走袂出来。感觉呢，啊，未烧之前就是刀，烧落了诶，皮走出来啊，因为皮走出来哦，爱 Q 会嫩，哦，唔只系好食，哦，纯粹阿公一个秘诀啦吼，啊，咱阿要去开封话，咱用着啦吼，咱阿咧烧胖要好食，足简单，就是你一皮烧出来对不对？伊会先规团诶嘛，
安尼也袂够嘞，你还佫淡薄仔加水，佫顺，哎，佫加水佫顺，佫加水佮顺，顺差不多三分钟，迄滴出来，佫出来，佫出来，佫出来，吼，迄胖老好食，你敢知？佮飘佮嫩佮绵吼，真正够赞啦！哎，啊袂少进前迄个刀，你直接敲掉掉，它会直走出来，迄绵甲产生作用，迄个刀，哎，吼，我是做胖，所以用做胖的方法，大家讲完对啦吼，好。所以这个物件叫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，吼、哦，就是啥？就是咧找咱迄个不可言、不可说这个物件。玄就是啥？奥妙莫测、不可穷比的。你用想的、用讲的、用思想的，遐拢无法度。思量则不通用，你愈想愈唔对，啊就对啦。啊，无安那，当下就是啊。过去心无，未来心无，现在心无，当下，迄就是啊。哦，玄之又玄，讲。你去偌悬的学习，无法度是啥？会起止啊！哦，你读偌悬啦，博士啥物啦，伊就无法度像迄个何浩做博士同款，伊就无法度去了解这个物件，嘛无法度穷其大，到底偌大啊？不可说，不可说，哎、欸，所以佛陀才讲不可言，不可说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所以讲众妙之门，一本上万书，心性心缘之门。哦，所以易经的无极的太极，太极两仪，两仪成四象，四象成八卦，八卦定吉凶。所以八卦组合起来变64卦，64卦是爻人，一卦六爻有384爻，所以爱叫做一本上万书。咱即个伫384爻当中，要搁归一本，叫做回归合并，啊怎样？叫做众妙之门呐、啊。哦，就是讲咱众妙之门代表无极。啊！伫分化，伫分化，分到到咱进，啊，咱进就是要搁归入迄个无极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就叫众妙之门，伫这个门开始就对啊，啊，这一回归就对。所以上天照顾人，啥物时阵无时无刻，所以咱爱感恩呐、啊，报恩呐、啊，吼、哦，时常无常，吼、哦，即就是讲咱行功了完当中，虽有非失，并无功德。保持这点不一种功德的心，安尼你就是大功德啊！好、哦，因为时间有限啊，吼，好啊，哎，这拢是吼，最后咱来唱一首歌，因为唱得今这首歌吼，拄啊下着易经的天卦，哦，叫做自强不息哈。哦Oh
好、哦，恭喜谢，好，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，哈、哦，这个歌咧，伊就是咱描写讲吼，哎，男儿当自强啊，咱要安那效法天地之理，哎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修道人就是爱自动自发，哎，而天下获得大物，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容。哦，啊，最后一个结论哦，一点不兴，无不可少。顶义最安，利益最用，吼、哦，这是这个我会和咱的别人哈期许的对啦，吼，啊，咱大家调用这个目标，哎，自动自发，哎，大家来发发愿，因为今仔日呢，哎，当讲是今年度哦第一届的今天班的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希望咱大家境界咧，咱锦上一展头，啊，做者不错的，目前咱做出来相对拢宽。马家咱前人、不前人，各位点来师呢？哦，各位前贤包恩啊，多多包容，毕竟活个学习啦，哈、哦。哎，信任之余，咱好怕叫你抽签无多，无多签数出来，不过一定尽力的哈。就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得无妨天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感谢讲师慈悲，前道鞠躬，昏道鞠躬。我们再次鼓励，感谢讲师慈悲。啊，各位前贤，请坐下。而且我吼，本来昏得真诶，做一个抱歉、歹势、对不起哦，安尼。而且呢。咧包便当的时阵哦，天都包好，包到差不多先生发觉讲真气歹气，啊，所以真气歹气煞包袂出来，变作有一部分爱差米粉，啊，所以咱天都一份赶紧便当分了，中过来先刷过来分到，啊，然后有一部分的可能袂当摕到便当，会去摕到米粉，啊，甚至有可能会较耽误五分钟、六分钟左右。啊！而且非常抱歉，歹势，对不起，希望功德真诚，慈悲原谅安尼。哦，啊，如果咱若准摕到米粉的人，会补，咱要备班的时阵，自然就去摕炒饭。啊，若而且食到饭的人，会补自然就摕炒米粉安尼。哦，安尼到有一个平均啊，吼，而且人做一个抱歉，歹势。啊，若有要增加数量的，则过来这个。啊，超时间！啊，没有。你帮平板变简单，做两片铁豆盐哦。现在来超时间设计的定点，开始，感谢主播，谢谢。